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承诺的事情我都会做到。小丸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小宝，吃饭了。小宝，你从天没亮就开始练，你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吃点东西吧。不行，这次行动，至于成功不许吃饭。等我练完这一招，马上去将军府。将军府，你去那儿做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叶灵霞，就是将军府的梅三少。什么？叶灵霞是梅三少？ 这个梅三少，之前就要覆灭我们青龙寨。我之前跟他交手数次，每次都没有分出胜负。但我这次一定可以打败他。但是我……好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你不是想离开青龙寨吗？等我这次完成任务之后，我就向姨父请命，我要金盆洗手，带你离开这里，过你想要的生活。